晚上好，欢迎准时收看一言新邦。现在来关心今天台股的收盘报告。陆股呢，今天上证指数一度又濒临3200点大关附近，而台北股市呢，今天早盘开高之后呢，也再挑战半年新高，盘中是在10700点上下来做强势的整理。鸿海集团今天是人气超强哦，在鸿海的领军之下，整个鸿家军呢占了大盘的资金比重超过了10%。另外，5G 建设的起飞元年也带动了 PCB 族群还有散热模组相关的族群，今天在盘面上是热闹轮动。另外 ABF 载板呢，在农历年过后呢，就传出呢在市面上非常的抢手，厂商都要抢货，南电跟星星间在盘面上也受到了资金的青睐。而矽晶圆族群今天持续的低档转强。好，今天的盘是怎么来做掌握跟观察，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，首先是品丰大中华投顾蔡丰盛老师，欢迎您。明乐好，大家午安。第二位是连前文总顾问，欢迎您。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。好，盘是怎么来做观察，我们先来请教蔡丰盛老师。好的，感谢明乐哦。那首先提醒各位，因为今天是礼拜二，所以今天晚上啊，蔡老师会在五七金钱报做第35度的登场。各位，蔡老师跟你讲的完整的产业面的东西啊，在近期啊，让法人一档接着一档的去进场买，去进场的大买，让这些个股啊，让你快乐的不得了，各位。所以呢，你要不要做产业的一个选股？我不知道，反正蔡老师每天啊，在这边啊，都想尽办法要帮啊输钱的散户投资朋友改变你的宿命。我这么认真跟你讲的这一些产业面，纵使你不看，法人也会去看。为什么？因为领先法人的研究员太多太多啦。各位，蔡老师在上礼拜二3月26号跟你讲华为新手机P30 亮丽登场，潜藏的商机，跟你讲的就是8016的细创，跟你讲的就是3019的亚光，跟你讲的就是啊3105的稳茂，档档飙，档档创新高。各位，我跟你讲，我都放在品丰大中华赖生活圈，你可以验证看看什么叫做散户的一个守护者。蔡老师跟你说的，在赖里面啊，你要去官方推荐这里，搜寻品丰，然后按加入就好了。按加入就可以了，各位，一切的东西实实在在的，希望你来验证，都不做盘后的吹嘘，因为盘后啊，跟你讲一些预测的东西，时间已经不够用了。各位，我跟你讲的就是你要具备战略跟战术，盘好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，盘不好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。今年2019年整个大主轴在哪里？这是不会改变的。我就跟你讲 ，IC 设计 ，IC 设计 ，IC 设计。你许久啊不曾听见的东西，因为几乎啊，你可以看到业界这几年来，这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你卖标股，根本都不管你要不要了解产业面，所以你看到每天都是在跟你讲涨停板，涨停板中在卖标股啦，就像卖冰淇淋一样。各位，对你有帮助吗？你还是没办法解决你恐惧的一个什么一个梦魇嘛。所以你要怎么样具备战略加上战术，这个就是专业。老天爷的运气自然会给你给不停，因为你准备好了嘛，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，你应该知道嘛，专业操盘正面迎战嘛。我说今天不管盘好还是盘不好，蔡老师的股票通通会创新高，这是昨天我跟你讲的。各位，今天大盘是不是收在10700以下？你也许讲说，老师你怎么知道？我从9点半那时候的盘势还在10720，我就跟全球的学员朋友讲，今天的盘势压盘啊，收在10700以下。各位，刚刚跳出来了，涨47点，收在10690。各位，什么叫专业？这才是专业嘛。但是今天的盘势做压回，今天的盘势开高之后做部分的压回，我告诉各位啊，这还看不出蔡老师的一个功力啊。最好今天大盘跌100点，我的股票还是滋滋涨不停，我的股票还是会创新高。各位，这才是专业嘛。昨天跟你讲什么 IC 设计股，蔡老师在五七金钱报跟你讲的，那时候就是疑似要破底，疑似要怎样，疑似要做头，在这里3月5号，对不对？昨天创新高之后做压回，我是不是这边给你圈起来，10月1号185张，我就知道要突破了。
你说今天3529的利旺多强，导播打出来就知道，直接锁涨停。来，各位，直接锁涨停不得了，还给你创新高。IC 设计股细制裁呢？这个蔡老师都做过专题的内容报告，所以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来，各位，蔡老师是什么时候讲的？来，这里有写日期。108年3月5号，全球 IC 设计排名大洗牌，潜藏的商机。来，各位，刚刚跟你讲的，来，3月5号，全球 IC 设计排名大洗牌，潜藏的商机有没有？来，智新有没有创新高？导播打出日 K 线8081的智新，打出日 K 线8081的智新，让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一样？日 K 线打出日 K 线，让大家看一下。8081的智新是不是75.3块高点？来，3529的利旺有没有看到？那时候是多少啊？各位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利旺这一档个股啊，当时是270啊，不到280，今天来到355啊，你说可不可怕？来，还有一档什么翼龙电触控的，今天有没有创新高啊？各位，来，在这里。有没有创新高？还有什么？来，2018年全球 IC 设计的排名，隐含旧人背影，以及新人昂首中堂。各位对不对？我是不是跟你完整的讲？联发科第四名，台湾串出来的是什么？联咏第八名，第九名瑞昱，对不对？全世界的哦。然后呢，来你再看看，这一些全部都跟你做啊，完整的一个什么？来，你看一下联咏为什么今年大看好。我去年12月就跟你讲压联咏，压联咏。瑞昱今年也跟你讲真蓝牙无线耳机，压瑞昱，压瑞昱。来，各位，瑞昱今年有没有创新高？2379的瑞昱有没有创新高？有吧？来，真无线蓝牙耳机，2月26号，来，真无线蓝牙耳机讲什么？来，各位你自己看一下。我说，因为蓝牙 4.2 升级到蓝牙 5.0。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动作啊，让这个啊真无线蓝牙耳机啊，这个商机爆发啦。各位看一下，爆发爆发在哪里？穿载装置，2379瑞昱，2367耀华，2439美绿，3376的新日新，这四档个股哪一档没有创新高？这不是专业，什么是专业？来，再回到去年12月跟你讲什么3034的联咏。今天来到多少？各位，你没看错，200块了，来到200块了。各位，我那时候讲的是什么？来，你看蔡老师跟你讲，今年 AMOLED 的一个产业啊大爆发，联咏还有什么奇邦，是不是这两只？对不对 ？AMOLED 面板2018年萎缩之后，2020、2021、2022后面大成长。去年12月份台股最难过的时候，12月25号几乎就崩盘嘛。人家不是说白宫，哎呦。怎么呢？怎么出现圣诞节全部都是啊血腥玫瑰？各位对不对？好像圣诞红一样，对不对？很可怕，对不对？1月14号再跟你讲联咏，今年 TTDI 大成长34.2%，多少钱？143.5。今年2020了，联咏。近期跟你讲8016的细创要大涨了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？各位，今天是不是创新高？我跟你讲的 IC 设计股档档创新高。来，各位，上礼拜二3月26号，就这个嘛 ，P30 嘛，巴黎，法国巴黎发表嘛，华为嘛，各位对不对？变焦还不止10倍变焦，50倍变焦，用 AI 人工技术。来，各位，8016的细创，3019的亚光，3105的文茂，来。你还要叫蔡老师验证什么？来，昨天跟你讲什么？昨天跟你讲6510的金策。来，6510的金策为什么重要？哦，因为啊，原先预估啊，第三季才会营收明显复苏，提前了，包括苹果、联发科、华为的海思订单提前到位，所以第二季产能利用率是不是拉升到满载？一档个股如果产能利用率到满载还不会涨的话，那它什么时候会涨？各位。昨天从438块拉到464.5嘛，我是不是跟你讲说你要留意联发科啦？因为就是因为啊 ，AP 啊，检测 AP 啊是6510金测的一个什么90%的营收嘛。如果它都满载的话，代表这个手机的一个晶片联发科要动了，各位对不对？金测
今天差两块涨停，对不对？我也不好意思讲，是不是卖得很开心？当然要开心嘛，你掌握产业，你股票本来就是要卖的，不然股票要干嘛？各位，2454联发科是不是跳空上？是不是要挑战293？今天来到291.5了。这些思考逻辑你能够接受吧？各位，这很简单嘛。所以我这边跟各位讲，你还要去烦恼明天大盘跌还是涨吗？跟你没有关系嘛。你回到产业面选股，你可以每天轻轻松松嘛。你的获利是必然的，不管是赚多钱还是赚少钱，全部都是赚钱嘛。不公平的市场，你找专业的人来当你的靠山嘛。战胜恐惧的秘诀是什么？蔡老师跟你讲的产业选股获利必然，这就是散户你要的。所以啊，我们的原则叫做选好股，好选股，股选好。到达这个境界之后，你的结论就是赚多赚少。股票不会天天涨啦，台湾股市大盘也不会天天涨啦。但是你唯有产业选股的话，你的获利是肯定的，你就不用天天怕。唯有产业选股才能够战胜恐惧，蔡老师来帮你忙。枪在手，钱在你的手，跟着蔡老师布局就对了。蔡老师帮你一档接着一档的赚不停，产业啊，一个族群接着一个族群的一个赚不停，这样好不好？任何问题一通电话解决你所有股票不赚钱的烦恼。我们先把时间交还给明乐。好，更多操作策略建议，广告回来继续请蔡老师帮大家分析。欢迎回到妍心帮，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。好的，感谢明乐哦，刚刚已经跟各位提醒了哦，今天晚上记得要收看蔡老师帮你很认真的准备产业面的东西，几乎市场上现在没有第二个老师在干这件事情。各位，因为要养很多人，要跑很多公司跟产业，才能够形成一个共识。这个共识是什么？共识是散户啊，跟蔡老师全球学员赚钱的根本啊，而不是每天啊瞎子摸象啊，看到什么黄金交叉就去追股票，一点股票的内涵都搞不清楚它在涨什么，然后主力做到一个线之后啊，吸引你进去，它再倒给你，你也死得莫名其妙的。这就是啊不认真的从产业面去找股票的原因呢、啊。你如果知道产业面这样的一个什么一个明确的话，法人怎么会不买呢？那主力怎么会去买这个？主力不会碰嘛，主力通常都会去买一些有问题的公司嘛。那因为大家都想要贪涨停板嘛，所以他就假装拉几根线，他准备了2000张要卖给你嘛。这就是主力啊一个心态，跟真正法人推升的心态嘛。你只能选一边吗？你要投机的你就准备去赔钱吗？那你要真正的认同这个行情，认同法人推升的，就来到蔡老师这里嘛。所以蔡老师已经啊34集，不是34天，是34周啊。从去年7月份到现在已经服务了9个月啦。各位，今天晚上对不对？法人一定收看，你要不要看？蔡老师也会放在品丰大中华赖生活圈，就跟你讲，在官方推荐这里搜寻品丰，按加入就好。散户的守护者不是当假的啦。所以我跟你讲，这个盘啊，我也很高兴天天涨，对不对？我更高兴啊，这一些个股啊，有时候走的啊不是投机意味啊，让这些主力啊没有空间挥洒，就害不到你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天天这样涨吗？不可能嘛。所以你要怎么办？你还是要回到现实，万一明天不涨怎么办？还是要来蔡老师这边，蔡老师带领你布局会涨的股票嘛，才不会被主力坑杀嘛，被老虎、被狮子、被毒蛇、被野狼后面咬你一口嘛。有没有什么证据？从昨天开始到今天，蔡老师提前3分钟，12点12分到12点24鼓动前槽。你知道今天蔡老师在鼓动前槽每天2只啊的一个推荐，你知道多少只涨停吗？我说涨停不是涨而已嘞，建策3月7号讲的985，你看是不是都不涨的时候跟你讲？今天建策竟然拉涨停哦。3653的建策，我们请导播打出来，让全球的学员朋友验证，全球的散户投朋友你验证看看有没有道理。当然有道理，怎么会没道理？来，你看看蔡老师在讲建策的时候，99.3块，3月7号，来，我说散热片，我根本我就啊不玩人家主力的3324的双红，我只看好建策嘛。各位，我没有这样讲，100块以下，今天已经拉到129了。这不是产业选股，什么是产业选股？品丰大中华投顾，
还有什么？哦，一大堆啦，来，长源科8038，3月11号讲的62.2块，今天有没有拉到涨停？请导播打出来，8038长源科，8038长源科8038，慢慢按没关系哦，8038对，715，来，蔡老师什么时候讲了？3月11号，6285块6不？是不是在这里？是不是公开让你印证？你说全市场有哪个比蔡老师更真实的？下一家，东杰19.4块，21.75，一样创新高。来，3月14号连线的东杰，对不对？再来呢，继续看，什么叫做与众不同？这就是与众不同。来，各位，泰硕哦，近期啊，工商经济好像他家开的一直在博。蔡老师什么时候说的？3月21，今天4月2号创新高。来，各位，证据嘞，加3月21。36.75，我看到不？泰硕，我看到不？还有哪一天？3月21，同样一根啊，叫旗宏的，一样。我们是还没涨的时候一讲，竟然拉尾盘了、更厉害，马上见效，今天再创新高。来，姐姐，我看到不？还有没有？有啊，一堆啊！你来看一下，穆德今天也一样啊。3月25讲的啊，各位，今天是53啊，325的时候多少？432，穆德啊，436、432，看到不？所以什么叫真实力？这有什么好扯的？各位，蔡老师2月21号讲的6451的讯息一样拉出啊，接近涨停板。鸿海埋伏在5G 里面的。一只响亮亮的个股6451，来，其他产业蔡老师熟吗？熟得不得了。蔡老师不仅带你你趋吉，我还带你你避凶，你知道吗？来，12月25号，当时大盘很差，我竟然跟你讲美升息，欧日英台不升息的隐私，各位对不对？你看我全部都跟你讲，国际层面的东西我太熟了。各位，蔡老师学经济的嘛，来，你看这边，我跟你讲金融股为什么不要碰。只能碰5871的中珠，因为啊，华映，你看人家金城银多厉害，马上打呆，华映被下市啊，5月13号，国泰金、富邦金、星光金、中寿，你如果那一天听蔡老师讲叫不利，你会去碰吗？来，你注意看哦，你注意看哦，你注意看什么？来，你看这边，讲不到几天全部崩盘哦。来，国泰金12月25号跟你提醒，破底，有看到不？大了哦，你看，我还带你，你避凶，有没有看到？富邦金破底，有看到不？来，各位，再来嘞，你再看看，星光金一样。最好笑的是，最近3月29买了20000张，昨天啊杀低啊，竟然卖了接近50000张啊！你说这种个股怎么能碰？中寿，你看破底，来，蔡老师有没有带领你避凶？我跟你讲，中珠什么时候讲的？1月22号，你说有没有证据？我没证据，我给你印出来干嘛啦？今天中珠再创新高，这才是研究真功夫嘛，而不是说这个产业不好就不会有涨的。我当初跟你讲太阳能产业不好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跟你讲，唯独一档这个模组厂叫做6477的安吉会涨？安吉从18块涨到23、24块。太阳能我就只看这一档，虽然啊本身蔡老师是台南人，因为这是台南厂商嘛，各位对不对？但是我研究的功夫就在这边嘛。各位你看，春节概念股1月22号就跟你讲放春节要买什么股票，对不对？你注意看哦，不要看傻了。来，5871的中珠下来丢，我看到不？今天创新高，怎么能够这样呢？蔡老师什么都懂，就是懂才当你的老师嘛。各位啊，来，羽绒衣的4438广越，旅行社的5706的凤凰，你看看广越，来，从1月22涨到现在也是创新高。来，你看凤凰这么冷门的股票，我都有办法让它创新高，因为我们走的路是很正派的路嘛，我们不会去跟你介绍主力股嘛。来，近期我跟你讲，春江水暖鸭先知，大涨要看产业大趋势。跟你讲光照，讲 5G， 然后讲什么？注意看哦。跟你讲串流服务，讲 mini LED， 记不记得伺服器的边缘运算？谁讲得出来？蔡老师讲得出来。我跟你讲什么股票？来，2338光照。
6568的宏观，3527的巨基。我那一天特别点巨基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一天巨基大跌。各位看一下，3月19号，蔡老师讲的巨基，当天大跌992。来，各位，今天巨基听说拉到涨停板，来，是不是创新高？3527的巨基，各位你看在眼里啊。什么叫做真实力？与天为敌，不如与神同行。什么叫与天为敌？你跟趋势为敌吗？你跟时间为敌吗？你为什么不跟产业之神在一起呢？花时间投入就要有所得嘛，各位。所以你看看蔡老师跟你讲的浪头上的产业，来 ，IC 设计、细创、翼龙电、普瑞、力旺、龙翔一家、扣普全银幕、联咏、奇邦、易华电、油田、5G、稳茂、智毅、臻鼎，今天也创新高，智邦也创新高，台药、联茂、穿载装置、新能高、细马、美绿、新日新、Type C、嘉泽创新高，宣德，我们还准备买第二次，也是一样出在高点嘛。蔡老师这股票拢要准备卖，我不是要当股东的嘛。新能源车、长源科下一家有看到不？潜望式、亚光、大力光，对不对？获利家的茂联，刚开完法说会，怎么样操作？我们太清楚了，各位，智邦创新高，各位对不对？智毅准备创新高，然后呢，联茂这都从底部帮忙摇起来的嘛，各位。所以你来看看，臻鼎今天创新高，茂联也准备创新高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你要有时间啊，你要投入时间跟精力财力，你才能够在股市里面赚钱。不可能投机啦，你投机一次你就准备被人家害。一切的东西是让专业的来啊，你有没有这个专业？就像蔡老师跟你讲的，市场就像一个大海，你要怎么样能够抓到鱼，你要怎么样能够获利，你要避开很多陷阱哦。三尊头跟 M 头跟利空，你要像蔡老师风声号一样箭手雷达帮你扫描，还有反潜机啊帮你找鱼，分析团队对不对？还有地面的雷达，要养这么多人才能找出唯一安全的航道。如果产业面明确，你短线的一个波动全部都是买点，就看你是要赚小的还是赚多的嘛，各位。所以我才会跟各位讲，产业选股才是散户啊你战胜恐惧的唯一法宝，没有第二条路啦。不要去看一大堆每天在跟你卖涨停的股票，通通带领你追高杀低啦。来蔡老师这里，蔡老师带领你产业布局，枪在手，钱在你的手，跟着蔡老师布局就对了。蔡老师帮你一档接着一档的赚不停，帮你啊，你的一通电话让蔡老师啊一定很快速的帮你啊扭转乾坤。任何难题一通电话解决你股票不赚钱的烦恼。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明乐。感谢分析，也提醒您节目中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还是要独立判断审慎评估风险。祝您操作顺利，我们明天再会。